2018年6月16到27日，一带一路走进北非，庆祝中国摩洛哥建交60周年摄影艺术交流活动在摩洛哥圆满举办。本次活动由上图坊和摩洛哥影像学会、国际摄影家联盟 GPU、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联合举办。活动得到了中国驻摩洛哥大使馆的高度重视和支持，并将其作为庆祝中摩两国建交6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。中国驻摩洛哥大使馆李立大使亲自接见了本次中国访问团全体成员，文化参赞陈东云出席开幕式。本次活动由策展人上图坊艺术顾问郭晨担任总策划，由展览、交流、公益和采风四大板块组成。活动期间，广大中国摄影师深入摩洛哥古村落、集市、沙漠、手工作坊等地，用相机记录摩洛哥的生态环境、人文景观和民众生活，并开展了沙漠植树、捐赠学习用品等慈善活动，身体力行支持公益事业，贡献摄影人的一份力量。这个在非洲国家里面其实是不多见的。那么第二个呢，这个国家呢其实对中国还是非常友好的，还是非常希望能够和我们发展合作，希望能够实现一个新的互动交流。我说今天我是全都敞开，然后大家可以随便拍，反正希望大家在这儿都顺利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你，我估计一定好好拍照。好的，离开上海之前，我们就不敢来告诉你们，大使要见我们。我就想带什么东西呢？我想带一本我80岁的时候做的一本画册。作品不太好，但是心意到。但是封面我一看就觉得很有特色，很有活力的啊。谢谢，good.